凤山分局过陂派出所巡逻员警行经凤山区中仑一路青年夜市，发现夜市明明没有营业，怎么停车场还有车停放里面？驱车向前盘查南驾驶时，发现车内阵阵刺鼻的塑胶味，检嫌见瞒不住，坦承私用毒品，并将藏放于车顶的一小罐安非他命交付警方查扣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